民众强打莫德纳，但周玉蔻说自己在台北竟然预约不到高端疫苗，失控在节目上飙骂。周玉蔻之前被踢爆，台面上至少就拿了民进党标案870万，被骂的柯文哲这回横踩痛脚，嘲讽回击。哎呦，辛苦他了，他的 CP 值还蛮高的，领这么少钱做这么多事，不简单呢，是不简单呢。老师挨骂越想越火大，柯文哲再呛两句。哎呦，欸、他是拿那个派系的钱呢、欸，他是拿那个派系的钱呢、欸。佛佛慈悲，阿弥陀佛。但同样被骂的陈时中，一听到周玉蔻大名，本来笑嘻嘻，知道自己被骂成懦夫，突然跳针到不行。这高端疫苗我们其实还很多嘛，改天我约他一起去打好了。然后周玉蔻说自己达不到高端，但大部分市民是想说出这句话。台北是约不到莫德纳的更多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看报表，天哪，莫德纳还缺这么多。失控飙骂惹争议，骂人的被骂的，不知道谁能获得同情。记者杨启浩、徐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